家好，我是圣家堂的张明德神父。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晚安，今天是复活期第三周星期五。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圣教会特别定今日大圣若瑟占礼。我们知道大圣若瑟，天主特别将降生圣人圣子托付给这位模范工人，圣若瑟照顾抚养。我们呢今天呢特别呢为请圣若瑟为我们抬祷，让天下劳工都得到是公平又尊严对待又安全的工作环境，付出努力之后呢都获得合理的回报。另外呢今日呢开始我哋踏入五月，就係圣母月开始。教会呢特别喺呢个月放我呢个月呢邀请我哋奉献俾圣母妈妈，让圣母妈妈嘅言行引领我哋每一位兄弟姊妹回应天主嘅爱同埋基督相遇。各位兄弟姊妹，我哋今晚呢我哋默想下玫瑰经欢喜五端耶稣十二灵讲道。天主系好重视家电嘅，耶稣圣母同埋圣若瑟所做嘅所组成嘅家庭，喺呢个家电里面呢人人都全心全意圣行天主嘅旨意。由于圣家里面人人都承行天主的旨意，时时都依靠天主的恩宠，于是呢每一次遇到考验的时候，他们能够呢平安地度过难关。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晚呢我们默想紧就是圣家曾经一世度过难关。大家知道耶稣在十二岁那一年，耶稣圣母同埋圣若瑟都系好似往年一样，就行三四日嘅路去耶路撒冷去迎祝逾越节。回程嘅时候，小耶稣失踪咗。原来咧，佢系留喺耶路撒冷喺圣殿里边同经师讨论问题，向佢哋讲道理。耶稣真系冇通知父母就留喺耶路撒冷，系咪佢嘅错呢？一定唔系喎。点解啊？因为每逢耶稣做一件事，佢一定会寻求天父嘅旨意。如果冇天父嘅命令，耶稣一定唔会咁样做嘅。不过圣母同埋圣若瑟发觉，耶稣失咗踪喎。就好痛苦啦！佢哋咧可能咧会咁样谂，虽然佢想杀死小耶稣嘅赫洛德王咧已经死咗，但系咧佢嘅仔啊阿尔赫路而家咧做咗犹大嘅君王，佢会唔会拘捕咗耶稣咧？或者要而家系坐监咧？佢哋两个谂紧，圣母同埋圣若瑟亦都可能咧会责备自己，系咪由于自己疏忽冇尽好父母嘅责任，所以咧耶稣唔满意要离开佢哋咧？佢哋咧马上咧佢返嚟耶路撒冷去问耶稣，三日之后先至问到佢，喺三日之内，圣母同埋圣若瑟失去咗耶稣嘅痛苦，就好似圣母将来喺十字架上失去耶稣嘅痛苦一样，系大得不能够想象嘅。各位弟兄姊妹，喺呢段劲痛苦嘅时间，由于圣母同埋圣若瑟都系全心信赖天主，决心承行天主嘅旨意，乐意接受天主俾佢哋嘅十字架，所以咧时时都能够咧保持心平气和。你谂下，假如圣母同埋圣若瑟当时唔愿意承行天主嘅旨意，
会发生咩事噶？佢哋会唔会啊大发脾气咧？埋怨天主咧？埋怨耶稣咧？圣母会嬲圣若瑟疏忽，而圣若瑟又会责怪圣母唔理自己嘅仔。假如佢哋咁样做，圣家就唔会又平安啦。当圣母圣若瑟喺圣殿里面揾到耶稣嘅时候，圣母就马上向耶稣表达佢内心嘅痛苦。但系咧，耶稣好似唔明白圣母嘅心意，佢反而话：，哇，你哋点解揾我啊？你哋唔知道我必须系我父亲那里咩？啊！耶稣讲完之后咧，我相信啊，圣母同埋圣若瑟咧，又都明白噶。耶稣咁样讲说话咩意思啊？喺嗰个时候咧，彼此之间嘅沟通好似出咗问题。假如圣母、圣若瑟当时唔愿意圣行天主嘅旨意，缺乏爱心，会发生咩事啊？佢哋好难会，好嬲啊，会责怪耶稣任性。啊！佢中意做咩，佢就做咩啦，完全唔理父母挂住佢嘅痛苦。啊！假如圣母同埋圣若瑟真系咁样谂嘅话，圣家就唔会有喜乐同埋和平嘅，同埋平安嘅。事实上咧，由于圣母同埋圣若瑟咧，时时都系圣行天主嘅旨意，系冇清咗一件事真相之前。佢哋咧一定唔会随便怪责人，而且咧佢哋好爱耶稣，只要见到耶稣就会觉得好快乐啦。即使耶稣真系做咗错事，佢哋一定咩啊？佢亦都一定会咩啊？宽恕佢啦。啊，耶稣嘅态度对圣家嘅团结又非常重要嘅。由于耶稣全心圣行天主嘅旨意，所以咧佢一定完全遵守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孝敬父母啦，一定好爱圣母同埋圣若瑟。虽然圣经冇记载，但系耶稣一定会将自己喺嗰三日里面所作嘅事讲出嚟，令到父母咧安心。啊，耶稣喺圣殿里面咧做完咗系天父要佢做嘅事嘅时候，就同圣母咧同耶稣圣若瑟会翻屋企。系圣经话，属他们管辖，完全服从佢哋嘅命令。你谂下，耶稣系天主，圣母同埋圣若瑟系做物主，但系耶稣竟然服从佢哋。从呢一点咧，我哋可以知道耶稣系几咁尊重父母。相信发生过呢件事之后咧。我相信耶稣和圣母圣若瑟之间的关系反而变得比从前更加好。好了，各位弟兄姊妹，由于圣家里面人人都决心圣行天主的旨意，所以这个家庭时时都是充满了爱和恩宠，时时都有平安和喜乐的。就让我们效法圣家的榜样，决心圣行天主的旨意，我们每日都一起祈祷，彼此关怀，互相体谅，经常沟通，各自尽好自己的责任，永远都不令家人难过。感天主就能够呢做我们的家长，使我们家庭充满佢的祝福了。好啦，各位弟兄姊妹，而家让我们静默片刻，准备我们的身心，准备一起祈祷，好不好？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今晚咧，我哋默想下玫瑰经《范尼唔端》耶稣十二令讲道。我们的天父，与你的名受显扬，与你的国来临，与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上给我们一样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万福玛利亚，你中蒙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
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动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动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动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动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动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动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动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伟大姊妹，愿主与你们同在，让你心灵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临于你们，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阿们。伟大姊妹，晚安，天主保佑。